我的是合不起来，不是一条。是哦，要不要帮你合一下？你几月几号生的？民国几年几月几号生的？我来合一下。哦，你八字跟我有合哦。嗯，哦、我们八字有合。林武生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英。今天我们要来煮飞鼠。白面无薯条。对，白面无薯，对。白面无薯就不用吃。我要先把这个打开。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，妈咪？可以，坐这。坐这。这是去武林农场呀。对。参加夜间导览的活动的时候送。这个是垃圾，爸爸你把垃圾收。爸爸是垃圾哈。嗯。然后呢？那影片一直到现在还没剪。它、啊、这个是立，那个把它立起来的，我不知道它怎么立。但是能折这个就好了。来这个，我的心，这个不是丢，这个不是废纸。这样子看吧。怎样？白，要这样子的，因为它是白面的，翅膀是白的。曲线往下凹。你帮我折几个。好。这个有点直线往上凹，这样子。曲线往下凹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子吗？曲线往下凹，你会折纸吗？直线往上凹，啊，你去吃你的啦，这是我跟猫咪的影片，对不对？往下凹，我们要把它的眼睛用掉，用掉，拔掉，对。会不会太狠了？再来换折尾巴的部分，那我教你尾巴怎么折哦。它的虚线，看它的尾巴长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我的飞不起来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我的，我现在在做。中间的虚线可以稍微轻轻折一下。轻轻地，我将离开你。这边有两个。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把它拔出来。嗯、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啊，妈咪？有。有哦。第一个是我姐姐教我的，所以我最会了。它的耳朵要稍微折一下，先往这边折一下。耳朵要折一下，是像这样子吗？不是啦。不然的呢？然后它这边有两个洞。两个洞，这里吗？不是那个啦，是说翅膀。好、哦、好，翅膀。这边。为什么我都站不起来？确定吗？站不起来。我知道。慢慢长。他有边缘到连帮都不想帮。我的白面无数，它飞不起来。为什么它的翅膀会那个？为什么它不会？哎、欸，那个是我的垫子哎、欸，你敢偷拿我的垫子？就用用看啊，研究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是用什么啦？那个是我的垫哎、欸。是啊、哦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看起来比较胖？你的白面无薯是妈妈哦。那好啊。哦，有白面无薯的 feel 了。哦，有，这里头要稍微往内折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。哎呦，老鼠的感觉。有什么鼠的感觉？老鼠。哦，有老鼠的感觉。它是无鼠，不是老鼠。你是怎么把他的头型成那样？就是那个、啊，吃少一点，肚子饿就瘦下来。看，妈咪看。我本来就很瘦。对，你本来就很瘦。是怎样的？你的头是怎么样弯的？我观察一下。要把它这样折起来。这样。对。你看，现在是很胖啊、哦。把按下来，这边尿七零。哦，这个要先折好吗？对。应该是这样子吧，可是这尾巴是跑出来啊，尾巴它也是拖地的，所以是这样没错。完整360度。还在折，等我。这样子，对对。
你吃你的啦，快点。副肝炎还没有吃完东西，对呀、啊。边缘人副肝炎，对不对？边缘的副肝炎第一次这样子伸出援手，环境这是难得的一次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副肝炎咳嗽了，绝对不能靠近他，不然他也会得讨人厌病。大头病这样。我这个怎么合不起来、啊？对呀、啊。我的是合不起来，不是一直掉。是啊、哦，要不要帮你合一下？你几月几号生的？民国几年几月几号生的？我来合一下。哦，你八字跟我有合哦。嗯。哦、我们八字有合。因为我把它这样聚集在一起。这样帮你。不用。我号称那个嘞，最会合八字的。我觉得这肚子也怪怪的，肚子应该啊，肚子是往内凹的啦。往内的，你看我厉害吧？肚子是啊。我没有折。对呀、啊。但我就是在折一下。肚子是可以往内凹的啦，就不会看起来像那个，哎，怎么凹啊？他们的五鼠肚子是往内凹的啊，我们做的五鼠肚子是往外凹的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吗？还没有好。还是这样粘的啦。对啦，要粘的啦。那个哦，有肚子凹进去了，肚子凹进去了，哦，有。要不要帮忙？不要神救援，你帮我把它跨上去。好，跨上去。就是往外推的。是这样子的。扣在他的下巴上的吗？嗯。就是扣在他的下巴上的吗？他也不会，这是往内凹的啊，所以。好了，这样子。可是你拿的是我的垫子。没关系，等下先请慢点。完蛋，爸爸也不太会。他玩了。对呀、啊。难怪他那天叫我拍照，原来是这么难做。为什么你这次这么难？你到底是哪边没有折好？我再做一次，我再比对。不要！别！你害我用掉啦！等一下，不要拿。哦，来，我看。首先，我要把他的嘴巴给做出来。这边做出来后，后面头型就固定。你帮我把它挂上去。刚才不是已经帮你过了？你给我看一下嘴巴，嘴巴是内凹的，怎么会有办法内？凹的这么漂亮。重点在这个嘴巴嘴型不对哈。之前觉得很正常。对呀、啊，这只蓝面乌鼠要不要放弃了？好，安定的。等一下，这个代替刚才做的那只。对，这只绵绵那只做好了。是要夹一点。这个错，这个是往外凹的啦，难怪。
对不对？翅膀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我是飞的，我的是降落的。有，这边，然后这边再把它头弄尖一点，有。你的是飞的，我的是降落的。对，我的翅膀是张开的，哎，我们两个做出来感觉怎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做底座给我用用看，所以我的会比较好。那我帮你。好，但是两只做起来感觉不一样。这种感觉，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。有，这我爸爸这次也变飞了。有，可以，给相机拍下来，给相机拍一下。你面对镜头，背对镜头，来 ，Andy 快点，不然他倒了，快点 ，Andy 来。我喜欢我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